出错时阵，飞行官电告讲，即马是有接到可能是发报器的信号，已经出动了无人直升机，希望会当赶紧找到人。咱台湾注射新冠 A 剂疫苗的人，即马已经破7000人，无适应的案件通报是有14件。中华公路游览车的事故，即马发现是车体结构问题，交通部就扩大召回游览车甲客运来检验。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3月2日的公视暗时新闻，我是陈世彤。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一个最新的消息。阿里山一个发生火灾了，进行烧五天才把火拍花。今日早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去家己林管处慰问消防人员了后，下晡在接近进行起火所在又发生了火灾。因看到讲现场这树啊是一直青烟，佮有烧灯来声音。阿里山的169管道大邦公路是一个发生大火，家己林管处接到通报了后，马上派人去看。即马搁伫了解起火原因，二日十八发生的森林大火，拢总动员了442人次，超过97点钟才把火拍花。当地民众推测是讲有人乱劈昏头造成的。即马又搁发生火灾，嘛提起过路的民众爱较细腻。今天是超催飞行官潘颖尊的第五天，一部详细的消息是民间救援协会新官在片头搭加兰林西港中的山坡接受到技术在飞行官身躯顶的发报器信号，已经通报了给军方，国军也派出了黑鹰直升机，希望接受到更加明确的信号，赶紧去找到人。乌鹰直升机为一座楼中道过后，就伫即个片头搭甲南京西港中的山坡顶端来回飞。因为救援协会成员26为军方找找七连飞官潘英尊，伫即个所在，疑似接收到专门并伫飞行员身上发布器所发的信号。无线电陆续传来声音，暗过离开即个海峡了后，就无信号。救援协会才赶紧通报军方。在这一段有发现到406兆赫兹，也就是说，他人员佩戴的信标器的讯号有疑似了。这个讯号只有在这一段出现，啊，相同的设定在渔港跟过了鼻头就完全没有。根据军方公布的信息，飞行员有三个发报器，每一个频率拢无同。不过，这无线电接收到的信号技术是专门编在飞行员身上发报器 PRC-EEG 所发出的信号。这高度怀疑潘英尊就有可能在这海峡当中，中岛空军派人来，搁找到泡棉。泡棉飞机上面的泡棉。泡棉，对对对。要送回去基地那个嘛，哈。对对对。现场指挥官无愿正式强调，民众建议的区域本来就伫搜救范围，会继续找找。ADIC， 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就在国军全力找四连飞官的同时，中国又一摆派军机侵扰台湾空域。根据台湾西南空域记录，到26早起11点为止，有10摆侵扰行为，是今年上多。就连国军公布要求降机离开的时阵，对方阁回呛是例行性训练。台湾空军无要评论强调，确实有特殊情形，拢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注射新冠 A 剂疫苗的人，即马是破7000人，有无爽快的反应事件，拢总是通报14件。指挥中心表示讲，大部分是发烧甲身体酸痛的状况，只有一名阿当病院护理师，伫注射了后急性过敏，送去嘉禾病房，即马是已经出院了。受到这状况影响，曾注射疫苗的人是明显有减少。国内新冠 A 剂疫苗开始做，到礼拜四25为止，拢总有7053医护人员做。不良反应通报累计14件，其中一个阿东病院40多岁护理师做完5分钟后，发生心肝一颤、出撇，这个急性过敏反应，送到嘉禾病房观察一暗才出院。这是咱国头一个新冠疫苗严重不良事件头一件。他整个过程人都很清醒，那血压、心跳都是偏快的，他心跳大概都在120、130。那血压都大概150、160，就是都没有什么低血压的状况，但是他就是觉得会喘跟热，我们就帮他打了类固醇，
还有抗组织胺，这是一个过敏反应的处理。阿当病医表示，调查发现这个护理师对土豆鸡卵过敏，过去做流行感冒疫苗时阵无明显反应，不过考虑到有过敏的症头，未来无建议伊阁做第二档 A 二疫苗。受到护理师过敏事件影响，礼拜四注射的人明显减少，其中云林县嘉义市、花莲县、平湖县啊、甲金门县这五个县市拢无人做，连江县是也未开始做。昨天打1862啦，那跟前天19多少，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了哈。那并没有说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不过会再观察。卫生部长陈时中也鼓励大家，伊讲伊做完疫苗了后，除了第一天有小可发烧，即卖身体状况一切良好。礼拜三记者有在问我，那时候就要说要去摸了哈，要再去吹，较吹一点，讲对疼嘞。啊，今天呢？今天我看看。今天摸就摸不太出来了。那是礼拜四新增加一个为美国回来台湾的男性补习班的老师，入境122天才确诊，是目前来台湾上久的确诊个案。经过指挥中心的调查，相关接触的是增加30人，初步采检17人，有7个人去请假，学生拢是阴性，还有3个人犹太采检。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海运上大型的这货轮“中四号”在这台湾时间23的暗时靠达在苏因市的这运河，到今麦也未脱困，造成欧亚航线大塌船，每一点钟是损失差不多114亿的台币。专家指出讲，28到29海潮到上悬的时阵是上好的脱困时机，若是无把握这届机会，得爱搁等12天到14天。超大型货轮中四号塞死在苏伊士运河，好亲像大只海鸥靠浅，上歹情形可能都要几落礼拜才有法度脱离。经过外国媒体公布上新的空翕影像，中四号也还在运河的通路边的挖土机也搁在赶工。Quite surprised, and maybe what I would maybe expect to start seeing soon is if they are not successful in getting the vessel floated back naturally, then the next best option is to actually lighter the vessel so that they are basically offloading the weight of the vessel in order to get it refloated naturally.虽然总算让货轮的船头摇起来，但过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表示，目前仅仅用一台怪手在岸边清除头前的积沙，主要是因为爆发真软，不适合真侪怪手拢来到岸。目前船头是已经脱困，还会用真侪只拖船，将船体摇正，再佫派出吸沙船清沙，提升船体的浮力，再来派出大型的吊挂机，将船体大型的货柜吊走。再个利用海水大电时阵刷船，不过若是无成功，跳到后界海水电的时阵，都要等12至14天，恐惊会影响到全球的贸易量。Ongoing impacts from disruptions last year, so you can really see how long it take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o kind of restore itself once disruption has occurred.根据航路对账的资料显示，目前有206只货柜船，在石油、天然气、一家运送七个线装货轮，塌在运河两边。全球上界大的海运公司马士基集团讲，当你考虑要让这些货船改驶过非洲好望角，按个航程估计会增加6000公里，要用2礼拜时间，燃料费差不多增加860万台币。They choose the cheapest and the fastest route, and that's the Suez Canal for all these goods coming from East Asia.Several weeks or even more, yeah, sure that will have a big impact, but also on any other port in northwestern Eastern Europe for that matter. 这个塌船事件也影响到全球油气，最近原油的机会继续起6%，连带影响的产业也真快，为原油到纸张拢受到波及，甚至阁进一步抵触到运输的继续起价。初步估计，全球贸易每点钟烧掉4亿美金，相当是114亿台币。全球供应链受影响程度，都要看苏伊士运河外久才能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公路游览车弄刷病的事故，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发现到，即马是车体结构有系统的问题。对此，交通部就扩大召回游览车甲国道的客运来检查座椅的固定方式。早起是已经验了200多台，不过第一批700多台，会当在后礼拜检验结束。那游览车我后门椅啊拆落来，车安中心要来检查椅啊固定方式是毋是甲当初人情测试有无同？因为3月16日苏花公路弄线事故内底，云南会初步调查发现，车椅啊内底敢若用2支螺丝固定，另外一边是用 U 型的夹板甲布棒固定。交通部扩大调回1189台游览车甲国道客运检查椅啊固定的方式，到早起已经检测210台。
它如果没有固定在金属骨架的这个材质上面的话，那可能它的那个固定的强度就会不足，那就会有安全疑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非常明显重大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根据文安会发出的安全通告，被要求调回除了进行松花公路事故共行车辆以外，去年甲107年阳明山、台62线以下拢喷六起事故的钢筋车厂车辆，也拢列作查检的对象。车安中心推测，这摆车祸造成重大损伤，主要是甲车辆的速度、弄的角度，也佮防弄掉的物件有关系。经过初步查验，即阵检测车辆无发现重大无合规定的代志，伊也无脱落去的问题。有消防需要翕相，一个来比对详细情形。检查完没有重大不符合事项，当然就可以回去继续营运嘛。万一有不符合的，也是要回来马上改正啊。全世界只要有车子有问题有瑕疵，都应该由制造的母体商车厂把它叫回去整去检查，而不是交通部去出手把它全部叫回。有人车工会全联会表示，云南会提出事故车辆椅啊，甲车体中间有结构系统性问题讲法无清楚，安尼干来，予有人车业者生意更加歹做。而交通部路政署是讲，检核车辆以每工拢爱营运，市民啊廉价有造车合约的为优先，若无符合就要赶紧来改善。对业者损失，会建议以津贴的方式补助个案的厂商。而扩大调回471台内底，有139台是国道客运。特别列做第二批检核的，包含通联、阿联加和台三间客运。业者表示会配合调回，未影响市民的疏运。记者综合报道。加拿大进前伫个自主检验的时阵，发现有一批美国的固件有超过标准的来者，卖场就决定下架处理。也毋过因为检验出来数字只有比标准悬一点啊，食药署甲美国啊，食药署甲台北市的卫生局就表示讲，这是伫个合格病因。检察人员到加乐福卖场，不止抽检自己啊店员的肉品，搁将部分产品砸成化验。桃园市卫生局下整的大动作，是因为接到加乐福在自助检验一个冷藏牛肉了后，将其中一种改销毁，就主动派人去查核。那卫生局到现场查核的时候呢，该批产品已经下架了。那另外卫生局也针对其他在架上的冷藏牛肉产品呢，进行抽验回局化验。是检验出来的时候，它是刚好符合就是0.012的标准，那换算起来就是法规的0.01的标准值。那因为我们希望是把这个高度拉得更高，所以我们才刻意的把这个商品先做下架。业者指出，这批美国牛肉因为品质出问题，要求各分店在24小时内销毁。牛肉被检测莱克多巴胺含量有0.012ppm， 比标准值0.01ppm 来讲，悬出一点啊。啊，不过，安尼到底是不是符合规定？先是检验出0.01，而事实上就以组长判定会考虑实验室检验不良测不确定度。像它这个东西，就以实验室的检验出来是0.012，但是如果真的拿到成绩书报告，应该是可以当做0.01嘛，应该是可以继续。换卖检验的净温是46氯5成霜，那检验的结果是0.012ppm， 用这个报告是看不出来的，只知道它刚好在边缘，在合格的状况。卖场管不了进口商在台北市，进口商表示每一摆肉品进口拢有检验，这是头一摆出状况。事发了后，也将同一批肉品搁一摆送检。台北市卫生局强调会派人去抽检，看是不是有超过标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严重，各地水库的蓄水量是创下了新低。到26下晡3点，南投的日月潭水库的蓄水量是剩39%，是历史新低。原本沉在水底的废弃物也浮起来了。即马因为废弃物的数量真多，当地居民敢那会当清偌济是算偌济。土甲大甲毕了了，四界拢是希望啊，甲塑胶这物件，看起敢那粪扫场共款。不过唔知影，这今年是那个潭的伊特消北头湖滨的水域。肮脏啊，都没有人清了，都没有人清了、哦，会不会觉得好像民众都乱丢哈？系啊系啊。游客讲，甲之前美丽景色实在是差真多。另外，潭水库的水位继续下降，和平常时只沉伫水内废弃物浮出水面，当地民众因何偌济算偌济，到即阵已经过偌个啊。我叫垂落到迄讲个潭啊底去，啊，久而久之啊，无来无去啊，变遐济啊，因为太济年啊，退水就既然退了，阮每一年啊退水退到底，阮就捡到底。如果是属于一般游客他产生的垃圾废弃物，那我们日月潭管理处都会做一个清理。
当地渔民讲，这废弃物大部分是鱼网啊，也是铁桶啊，这物件，之前是放到堤坝顶面等待清理。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到二六下晡三点，另外潭水库脱水率仅剩39.5%。你讲用大台中地区的鲤鱼潭加德基水库。脱水率分别仅剩11.8%和6.1%，水情实在是无乐观。地表日头分也在4-7.6个分区供水的范围，不过渔民庙头前的喷水池，那也还一直在喷水嘞。其实我们这个水是我们地下水啊，我们在循环在用，也没有浪费。我们剩下的水呢，我们来灌溉用，我们的浇花啦那些在用。表示表示，不管是噴水池也是便所的水，都是使用地下水，只有饮用水是自来水，隔如果强调无浪费水。不过若是开始限水了后，因为水质无经过检测，暂时未开放给民众使用。记者综合报道。8月28日就要举行公民投票，国民党是积极准备成立8月28公投人物推动小组，已经甲真侪公民团体上参详，讲要组成公民的平台，要甲政府正面交锋。也毋过，海草搭公投推动联名是发出声明，讲无甲任何的政党来结盟，也无参加会议。8月28日要举行公民投票，到时阵可能有四项公投要进行，包括着中区核实、珍爱海草搭、一个反来滴以及公投白大选。国民党积极伫备战，成立8月28日公投任务推动小组，由党主席江启臣担任召集人，执行长是立委林维洲。计划联合公民团体，26日要举行头一场便当会，4月30日启动系列活动，冲出50%的投票率。4月10日前呢，我们会举办第一场的活动。就是展开这一系列的宣导，那希望可以达到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导的效果。因为团结国民党要联合公民团体合作推动公投，25日已经甲真侪公民团体磋商，组成公民平台，要甲政府正面对呛。不过海草搭公投推动联名声明，无甲任何政党结盟，也无参加会议。颠倒是农委会主席陈吉仲讲，初步甲环保团体对话虽然话停，不过学界所牵起来这个对话平台，和沟通出现希望。昨天是没有参与这个会议，那会前也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我们不认为说。单独跟哪个团体呢？变成伙伴关系会有助于这个早教公投，所以我们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努力，但是千万不要弄成被操作成是蓝绿的对抗。透过学术界要在中兴大学举办论坛，我想经济部还有相关单位以及我本人都会全程的参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对话，找到。一个可以寻求双赢的这个方案。双方什么时阵展开对话？海草搭公投联名一定是在告对外说明。那是30个论坛，潘中正并不受邀请。随着公投日挖近，民进党内部压力往哪升温？是不是要提出反制公投，还是专力动员反对？目前还在讨论。我们应该要坦然去面对所有的一个政策说明，而不是随着国民党因为党主席的选举而用所谓的政治操作随之起舞。要南部立委指出，海草搭对枪三接，伫南台湾真侪农业县市无亲像反来滴遐尼热，民间面对四大公投的态度，好亲像出现南部来滴、北部海草搭的差别。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社会关心新疆人权的问题，真侪国际有名这品牌是拢拒绝用新疆棉，和中国的民众抵制，出现了拒绝买产品的风潮。咱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表示讲，台湾是注重人权的国家，抵制违反人权的行为。要唔过是毋是爱禁止进口的新疆棉？经济部长表示讲，那是联合国禁止，台湾就跟着做。新疆人权问题引起国际关心，服装品牌 H&M 因为抵制新疆棉，不止在中国被消失，部分国际品牌也在中国被抵制。不过，包含台湾明星欧阳娜娜等人在内，因为支持新疆棉，表态跟相关品牌停止合作。行政长苏贞昌当位批评为私利，无重视人权。行政院做一个决策，都是影响国人，影响各方面，我会。了解，因为各部位还没有报上来，所以我现在，但我一生为人权努力，没问题，抵制这个，了解，违反人权的事物，我是一向还没有决定这个态度。台湾是不是会提出行动反制新疆棉禁止进口？苏贞昌讲，要了解。另外，经济部长王美花是指出，台湾会参考国际标准来应行。
国际上啊，特别是联合国哈，如果有什么样的做法，我们都会来参考。根据彭托会资料，台湾为中国进口米啊本来就不多，近三年美国占台湾米啊进口量是四到五成第一，印度是第二名，中国部分不是少量就是零进口。越南或者是中国设厂的台商也表示，无使用新疆米或者是部分使用新疆米，产品是供应中国类似市场。如果我们要抵制的话，是可以说从原产地是中国，你就认定它应该80%几率是新疆出来的。但是你这样一抵制之后，会有产生一个国际麻烦的事情啊。专家指出，新疆米占中国总产量80%以上，也就是中国制造的米制商品，差不多拢有新疆米成分。在台湾，大部分的商品也拢是中制的情形之下，未特地禁止进口，恐有难度，有贸易的风险。不过，在抵制风波之下，相关品牌厂也是要刷出中国，转移生产供应链，台湾纺织厂就机会受益，就在那台湾纺织股就起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新疆人权的问题引起欧盟真侪国家甲中国是互相制裁。国交部下晡举行的捷克学生分享活动，都邀请到捷克布拉格的市长，用这个特别来宾的身份在网络参加活动。伊讲到在台湾学习中华的文化是比在中国好。个法国的这个参议员是小婷台湾来参与国际组织。澳门、英国、加美国、加拿大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一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也不好成来反制。你跟澳中关系不好来比较，台澳的关系是继续进展，捷克跟台湾是继续友好。你本来台湾留学的捷克布拉格市长赫吉普，你让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参加外交部台澳联结综合节目活动，跟来台湾读书捷克学生分享台湾的好。11 Czech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We already have more than 50 Czech students online to come to Taiwan for the same projec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 believe that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aiwan is much better than to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on mainland China.唔惊中国强权，贺吉普认为，捷克甲台湾有共同的价值理念，继续甲咱深化科技教育关系。另外，在台法关系上，法国参议院伫对内阁官员质询时，那外务部长李斯特强烈谴责中国大使言行，加中国对后面的制裁。参议员卡迪克更加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En omettant de citer Taïwan, tout le monde peut constater la reconnaissance implicite par Péki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aïwan sur son territoire. Rien ne devrait donc plus s'opposer à ce que Taïwan siège à l'OMS et Interpol.卡迪克为一讲完，现场响起热烈的破坏声，也听到现场议员大大表示赞同。进前法国参议院犹太小组主席理查和中国威胁取消访问台湾。理查表示，台法关系无需要北京的同意，那看清楚中国的企图，也更加跟台湾徛斗阵，有机会一定访问台湾。记者宋霞报道。明仔台湾各地甲外岛大部分是好日到晴云的天气，东北部是有淡薄仔即个低降雨。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相关的温度是28度，上低温度是16度。中部地区相关的温度是29度，上低温度是18度。南部地区上高的温度是32度，上低温度是20度。南部地区上高的温度是29度，上低温度是18度。花都地区上高的温度是25度，上低温度是14度。再来是西边的气象。最后来去看看，来去看拍卖反骨的位。感谢你收看今天暗时新闻，明仔更新时间，等再会。